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怀念的地方。疫情之下，人心惶惶，别怕，星光与你同在。谢日上午9:00，星光疫情下彩云间的经纪人号外篇发布会与你有约，大家不见不散哦。在家真是闷头。哎，明天是4月1日呢，愚人节，我们来搞搞事吧，就去星光发布会吧。大家有没有乖乖留在家呢？留在家无聊的时候，可以记得留守4月1日早上9点的《星光杂志号外疫情特别版》，就在Zoom平台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！疫情期间记得 stay at home， 大家觉得呢？能做什么呢？那就记得留守我们的《星光杂志疫情特别版》，就在明天4月1日。